这一个钢棚花了1500块钱，这宽有6米，长差不多15米吧，这网上淘的。这本来想在我们周边呢买二手的，因为我们这边以前很多人做那个香窟啊，都有这种棚，然后这东西现在比较抢手啊，买不到二手的，找几天都没找到，买了个新的。哎，这个东西我还不会搭，没搭过。现在在下雨呀、啊，这每次正经干活的时候它就下雨，这雨一下估计又要下好几天。这一包是小配件呢、啊，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怎么装的。图纸。哎呦，这看的有点懵啊，这配件太多了。现在把两边的管子插好了。现在把这个接口啊上去，这两边牵了下线，不算很准，但也过得去吧，相差不大。好，嘿，听见了吗？耶。型号还有两只，放营里吗？这次品吧，这些管子直接压断了呗，我。太重了。换一根，幸好他多给了两根呢，这压架被我压扁了。真的哈，我不是还想灌灌你，还要引导你，满个地方多把两根。哎，不是钢管吗？他都该这么干。还有最后一件工艺换哈，最后一件。现在把中间这个梁给它固定一下，可以不？可以。真的。现在这个骨架就是这样了，搭的不是很标准。现在把两边固定一下。上面要卡一个，再把它要接，可以，这边要接一根呢。本来想把这个门先安装好，然后再回家。现在天很晚了，结果老板少配了几个螺丝啊，没螺丝了，明天自己带过来。今天就回去了，这搭的不算很标准，但还行吧。明天就可以把它弄起来了。现在天太晚了，回家了。